我愿称之为修罗场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呀！我是面包，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打造了一个全部由基岩组成的超大竞技场，它的占地面积真的非常大呀，和旁边的岛屿一对比，就能看出效果了，是吧？因为上期我不是在下界打了一个凋零骷髅泰坦吗？下界空间小，方块多，这谁都知道的。我电脑好悬没给干蓝屏了，也是长记性了啊，所以就把下界的生物通过精灵球捕捉到主世界来打。言归正传啊，咱们今天挑战的第一个 boss 就是僵尸猪人泰坦。这次的场景搭建怎么样吧？比上一季的还要大，城墙甚至比泰坦还要高，而且还有种进击的巨人即视感，是吧？心中啥事给哟？哎呀哎呀，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想到僵尸猪人泰坦来主世界能卡成这样。刚才那一跳好悬没把我电脑给干当机了，跟这种量级的怪物打，就得用点手段，知道吧？胆小鬼模式启动。哎，反正和平模式泰坦也不会消失，到时能把它召唤出来的小怪清除掉，能给电脑减小不少压力啊，不然这卡得跟 PPT 似的。别说我没法玩，你们看也没法看，是吧？哼，僵尸猪人泰坦不过如此。哎我去啊，这是回光返照了咋的，一屁把我崩这么老远。结束了结束了，身体不断缩小就说明无法再复活了。我是，这都能补刀，泰坦生物果然是个很危险的模组啊，太失败了。下一个就决定是你了，洞穴蜘蛛技师啊，啊不是牧师，牧师不好意思啊，中中，给我中。他这个血量是不是有点少啊，都扛不住我几刀吧。蜘蛛泰坦的难度一直都是个谜，只要他不放技能击败他也是很简单的，但一旦释放技能那就来吧，跨次元打击，周身环绕着无数蛛网，想出出不去，想进进不来呀，到那时也就氪金萝莉能有一战之力了。哎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一只苦力怕，不都说他是存档终结者吗，今天我就斗胆来试一试啊。之前在基岩版我就把他召唤出来过，击败之后产生的爆炸足以摧毁十几个区块，相当的卡呀，最后存档都进不去了。至于这个新版的苦力怕泰坦吗，会不会还像老版那样恶心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凡人之躯比肩神明，目前看不出有什么炸挡迹象，只不过天空中飘的这团气体是什么东西啊，不会就是泰坦之魂吧，这家伙还把我给拽过去了。哎没事儿，苦力怕泰坦直接消失了。其实这会儿存档已经卡住了，录制时我完全没有发觉，后来我重进游戏时发现泰坦还生龙活虎的站在那儿，甚至冲出了竞技场，最后没办法用氪金萝莉解决的。神器不愧是神器呀，虽然击败了毛都不给我一根。